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大家来参加北加华人宣圣会联合云端组织敬拜。诗篇81篇这么说：我们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向雅各的神发出欢乐，唱起诗歌，打手鼓，弹美琴与瑟。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弟兄姐妹，感谢神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应许。今天在这美好的主日，就让我们举起我们的心，提起我们的灵，让我们向神来大大张口，来赞美他，来敬拜他，来荣耀他。让我们一起来为我们今天的聚会向神大大张口祷告，求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应许。主啊，你是我们的神，你昨日、今日、明日，永不改变。现在，我们就要向你来大大的张口，求你圣灵来大大的充满我们，求你使用我们今天的诗歌敬拜和主日信息，来触动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心中来做成你那美好的善功。求主就照着你所应许的，大大的来充满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弟兄姐妹，现在就请大家起来，和长青之家的弟兄姐妹一起以一首一切歌颂赞美，来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敬拜。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来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耶稣圣名，哈利路亚！
最爱，虽然我们曾经偏行己路，枉梗又悖逆，但是今天我们愿意回转到你的面前来，来听从你的话。我们要向你大大的来张口，就求你的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愿我们的心从此都能够被你所填满，愿我们活着能够像你那样的虚己，能够像你那样来遵从神的旨意。主耶稣，愿我们今天能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回应你。主耶稣，我们愿你
成为我们的最爱。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Thank you.
弟兄姐妹，我们接着把以下的时间交给长青之家的陈同牧师。弟兄姐妹们平安。在上个礼拜，在一个落日的黄昏的时候，我开车去 Gilroy 郊外我们的家。当车子一到家门口的时候，就看见有个鹿妈妈带着两只小鹿撞开了我们家的围栏，正在园子的一条小路上散步。一看到有车子进来，他们立刻就往后山跳跃奔跑过去了。隔天啊，我的弟弟来找我，就跟我说，哎，姐啊，我看到你的园子里有一只小鹿，哎，但是如果它被困在围栏里，如果出不去的话，会不会饿死啊？我一看，哦，真的啊，这只小鹿怎么没有跟它妈妈一起跳出去呢？我就打开铁门，放一些食物，然后拍手，想叫那只小鹿过来，可以从这里出去。可是呢，那只小鹿却不相信我。我一忙，一转身，我也就忘了这个事情。没想到啊，再过几天，我再回去的时候，就看到我们的菜园子的上空有一群秃鹰在那里盘旋飞转，那个气势，那个样子，怪凶猛吓人的。我抬头数了一下，整整12只。后来我走近一看，才发现原来啊，那只落荡的小鹿已经死在菜园子里了，它的整个肚腹啊都已经被那群秃鹰撕扯吃掉了，只剩下一个脑袋、一副皮囊和四条瘦瘦的长腿，发出一股臭味，引来了一群苍蝇正围着它在打转。我的心里好难过，这个鹿妈妈真不该带着她的孩子闯进不该进的地方，而这只小鹿，它离开了保护，落单了，就落入了危险网罗当中。即便有人看见了，想去帮它，想要为它打开逃生的大门，想带它出去，它却不听话，它也不能够领会，以致最后只能死在荒郊野外，被其他的动物野兽撕裂吞吃了。在伤感之余啊，我就想到我们人的命运，我们是否有时候也会像这只小鹿，就是因为误闯了禁地而受困遭险。神看见了，想要拯救我们，为我们打开这逃生的大门，想带领我们走到安全、受保护、有供应的地方。我们是否听从神的命令，会影响到我们的命运吗？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神要借着今天的信息要来对我们说些什么呢？我们先请大家一起安静我们的心，来聆听诗篇81篇这段经文的朗读。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恨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但他的百姓必永久长存。他也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又拿从磐石出的蜂蜜叫他们饱足。诗篇81篇是一首庆祝节日的赞美诗，作者是跟大卫同时期的亚萨。亚萨是一个带领敬拜的人，在圣经的诗篇当中有收录了他总共11篇的诗篇。犹太人一般是在过新年、逾越节，或者是祝棚节，或者其他重大的民族节日当中来使用这篇赞美诗。标题中加特的意思就是喜乐的曲调。
这整首诗歌是充满了欢愉之情，是以召集会众来赞美神开始，继而勉励他们纪念神，最后呼吁他们悔改转向神。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最后的这一个部分，就是呼吁人的悔改转向神。因为人是否遵守神的命令，会影响关系到人自己的命运。好，我今天要讲的是一个提醒，两个结局。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一个提醒。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神听见以色列人痛苦的呼声，他就用大能的手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使他们从做奴隶、做苦工、受欺压的痛苦当中得释放、得自由。当人在米利巴旷野无水之地争闹的时候呢，神也忍耐，要摩西吩咐磐石出水，供给他们水喝。当时人还是不能够听话，以致他们落在各种各样的痛苦当中无法自拔的时候，神又差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在这里，神提醒我们，在我们短暂的人生、有限的人生当中，我们不是孤独无依的。有一位深深爱着我们的耶和华神，他爱我们，他是我们的神，他要我们大大的向他张口祈求，他是非常乐意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在这里的第十节讲到大大的张口，你会想到一个什么样的一幅图画呢？如果一个爱子心切的母亲把自己精心烹煮、营养丰富的好东西端到孩子的面前，可是那个固执不听话的小孩就是死活不张口，任凭母亲苦口婆心左说右劝，就是不听话、不张口。若此，无论是如何用爱熬炖煎煮出来的什么美味佳肴，只要孩子不吃，为人父母又如何奈何得了他呢？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营养不良，或者是活活的饿死。我们来再看看大自然当中，那些母鸟在喂小鸟的时候，哪一只小鸟不是争先恐后地把嘴张得大大，让母鸟把它们的口来填满呢？我们的神不也是希望我们像那些饥渴的小鸟那样大大地向他来张口吗？如果我们不张口，不祈求，神又如何能够把他无限的恩典、无限的丰富倾倒下来给我们呢？英国的讲道王子斯布珍就说过， Our cup is small and we brand the fountain。 也就是说，我们的很多问题是出在我们自己的容量太小了，而我们却埋怨神没有给我们够多的恩典。乔治·穆勒啊，是19世纪英国的一位牧师，他所担心的是上帝的子民变得非常的灰心，他们不再相信上帝是他们的神，也不再相信上帝会回应人的祷告，因为他们的信心太小了。神就开始带领穆勒祷告，并让他经历到神的信实和可靠。穆勒常常是借着祷告向神大大的张口，神就照着他所应许的大大的来充满他、供应他，让穆勒得以建立了四间孤儿院，一次就可以照顾到2000名孩童。当穆勒93岁去世的时候，他自己个人的财产只有800美金，但神通过他向孤儿院所提供的远远超过了800万的美元。穆勒就用这些资金供应超过了10000名儿童。穆勒的神也是我们的神，穆勒可以向神大大的张口，神就照着他所求的大大充满他，我们也可以大大的张口求神来充满我们。但是这里有一个关键，就是我们要注意的，
穆勒向神大大张口，不是为他自己个人的私利和自我的满足，而是为了神的国度来求。他是敞开自己的心，向着神来求。这样的大大的张口，才是神所应许的，他必定大大的充满我们的。我们也是可以向神求我们自己日用的饮食和需要。神没有说你不可以为自己求，神只是说你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所需要的，神必会加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能像穆勒那样，按着神的心意，大大的向神来张口吗？相信那位爱我们的神，也必会照着我们的信心，照着他所应许的来充满你和我，因为他是信实的，他昨日、今日、明日，永远都是那位爱我们的神。我们再回头来看前面的这段经文，在81篇的第一节，这里说：“你们当向我的神大声欢呼，向雅各的神发声欢乐。”唱起诗歌，打手鼓，弹美琴与瑟，赞美神。所以大大张口也是要我们大声欢呼来赞美神。无论我们的环境际遇是好是坏，当我们听从神的话去做的时候，神就会大大的充满我们的心，带给我们神同在的那种喜乐跟满足。我们的心中就不会有苦毒、埋怨和黑暗忧愁。不知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这么样的一个寓言的故事？有一天啊，撒旦召来他的巫鬼邪灵团队，来到一个大仓库来开会。撒旦就说：“这里有成群的种子，你们尽管拿去，随便抓一把，见了人就撒。”这些种子啊，进了人心之后，就会生根发芽，在这些人的心田当中生出各种各样让他们难受的东西。这些人呢，就会变得非常的消极，不断的抱怨、发牢骚、想不开，甚至他们会忧郁，他们会彼此的折磨，生不如死。你们就等着看一出一出精彩热闹的好戏吧。小鬼们就说：“哇，这太好了，太好玩了，太精彩了。不过啊，这些种子是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有用呢？”撒旦听了，沉默了片刻，就面有难色地说：“哎呀，这倒不一定。有一种人呐，这些种子对他们是不起作用的，那就是那些听从神的话的人。”这些人的心田呢，早就被神跟神的话所充满了。我们的这些种子撒下去，大概也不会有什么空间可以生根发芽。即便是发了芽，迟早也会被神或者被神的话给挤走。不过你们还是可以去碰碰你们的运气吧。总会有那么一些心里有空洞、有缝隙的人，你们有的是好玩的机会。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虽然这只是一个寓言的故事，但是不是也值得我们好好来想一想，在我们的心田当中，我们有没有被神跟神的话所充满呢？我们的心里是不是还有一些缺口、空隙，以致可以被撒旦所撒下的这些坏种所占据？我们会觉得人生灰暗无望，自己痛苦不堪，也搅得别人痛苦不堪，让这些大鬼小鬼看着笑话取乐呢？当我们的心没有被神所充满的时候，没有被神的话所充满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就没有从神而来的爱和饶恕的力量。撒旦所撒下的这些怨恨的种子，就会在我们心中来生根发芽。怨恨就会结束我们的婚姻，让夫妻反目成仇；怨恨会伤害我们的家庭，让亲人骨肉互不来往；怨恨也会伤害我们的友情，让好友形同陌路；怨恨
更会分裂教会，让同工变成同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在你的人生当中有以上所说的这样的痛苦，我们就要大大的张口来向神来求，求神用他自己，用他的话来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听从神的话，因为能不能听从神的话会决定我们的命运，就是我们的人生就会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好，我要讲的第二点就是两种结局。首先，不听神的话的结局，神就任凭。11到12节这里说，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不理我，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一句无奈，道出了神无比伤痛的心声。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神曾无数次的差派他的仆人，他的先知来向他的子民来说话，不断的警告、劝说、提醒。却无奈怎么说怎么劝，他的儿女们全然都不理会。神的子民竟然不听生他们、养他们、拯救他们的父亲的声音，却要离开他去拜别神。就好像我们亲生的儿女啊，不认那个爱他、疼他、养他的父母，却要去认贼为父一样。若为人父母的遇到这样的逆子，你的感受会是如何呢？这位黯然伤心的父亲，再三提醒劝告无效之后，只能够任凭湮灭不看了。任凭这个词，在圣经的译本当中翻译为神抛弃了他们，好像神在说，好吧，既然你选择背离我，完全不在乎我了，我就让你走吧。我不会再拦阻你，只是自此以后，你自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全责。神就让他们随心所欲去做他们爱做的事情，他不再试图阻止他们快速的堕入黑暗的深渊。这实在是很可怕的事情。当神湮灭不看，任凭他的子民盲目固执、自私地走下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以色列整整一代人都倒闭在旷野，他们被铁骑肆虐、流落外邦，在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受尽了痛苦。但是神的心也是伤痛的。主耶稣曾经为耶路撒冷哀哭说道，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来到你这里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神就让人自尝不听话的苦果。在马太福音23章37节这么说，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圣经当中有很多神任凭人的例子，神曾经任凭法老的心刚硬，他的结果就是受到十灾的管教，还有无数的军兵战胜红海。新约当中，当犹大要卖主，主耶稣也曾对门徒说，你们当中有人要卖我。那个时候门徒们就一个一个的互相的警醒，互问说，是我吗？是我吗？其实主耶稣就是在给犹大一个回头的机会，但是犹大他已经定义他要执意孤行了，主就只能够任凭他说，去吧，你要做的事情你就去做吧。最终犹大的结局就是自食其果，他灰心绝望，上吊自杀了。当神无奈到要任凭人的时候，人的命运会是无比的惨痛的。弟兄姐妹们，你也有过不听话的时候吗？
你也有过被人任凭的时候吗？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你有没有见过父母被逆子气到一个地步，说：“好吧，你既然如此，从今以后我也不再说话了，随你的便吧，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你好自为之吧。”那个意思就是在说，我从此再也不管你的事了，你是死是活就悉听尊便吧，你我的关系也就到此结束了，从此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儿子。说实话，那种滋味是不好受的，是不是？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千万不要让我们固执悖逆到要被神任凭的地步。阿门。好，我要讲的第二点就是听从神的话的结局就是蒙福。这里讲到的福分有两种。第一，神要为我们制服敌人。十四节这里说啊，听从我的，我就制服他们的敌人，并转而反对他们的对手。当我们听从神的时候，神就应许他会保护我们，他要自己出手去打败我们的敌人，并且永远的来惩罚我们的敌人。当年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攻下耶利哥城的。神要他们打仗的时候，甚至不用刀枪，而是照着神的吩咐，用吹角、鼓瑟、弹琴、唱歌、赞美神的方式，绕城七圈。然后齐声大吼，城墙就倒塌。这样做就能够打胜仗的方法，你会相信吗？可是以色列人就是相信了，他们听从神的话，照着神的吩咐去做的时候，神就真的为他们震塌了那坚固的城墙，制服了强大的敌人。今天跟我们征战的敌人，可能不一定是刀光剑影的战场上的敌人，却可能是我们心里的仇敌。我们要如何胜过黑暗的攻击、欺骗和瑕疵呢？神要我们向他大大张口，他就用他的话、他的灵大大的来充满我们，这样我们就能够过得胜的生活。你相信吗？我是相信的。不管我们有限的头脑是不是能够明白，如果我们能够听从神的话，圣灵他就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得胜。正如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所说的，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因此我们征战的武器不是属肉体的。听从神的话，顺服神的属灵生活，我们的结局就是蒙福的。神他应许，他必为我们制服我们的敌人。有一位 A 姐妹啊，她在教会里边热心服侍了好多年，她也很爱她身边的那些弟兄姐妹。但是教会里边呢，又有另外一位姐妹对她心里很不服气，我们叫她 B 姐妹。她就常在 A 姐妹的背后，在弟兄姐妹当中明里暗里跟她唱反调。不是说他查经哪里带的不好，就是故意揭露他的某些软弱跟短处，甚至暗里挑拨他跟其他同工之间的关系。这位 A 姐妹啊，她的心里就非常的难受。虽然主耶稣说要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但是 A 姐妹她心里就是做不到，也不愿意。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一忍再忍，到了忍无可忍地步的时候，是否也该出手还击，去跟他争个是非曲直，为自己讨个公道呢？有一天啊，他就读到亚伯拉罕跟罗德的牧人相争的故事。亚伯兰就说，你我都是骨肉，不能相争。圣灵就光照他，让他看到一代的族长，他却甘愿退让，抚救他的后辈，把水草肥美之地让给他的晚辈，他的侄儿罗德，自己却选择离开，往另外一个方向走了。可是，无论亚伯兰走到哪里，神的祝福却一直都跟随着他，
而那个与他相争的罗德呢，他所得到的虽然是水草肥美之地，却因受罪的污染，以致后来要逃离那个罪恶之城。这位 A 姐妹就想到，弟兄姐妹自己相争的结果，只会是教会的伤害跟亏损，还有让教会在社区里边，在人前失去美好的见证。于是，她就痛定思痛，决定听从神的话，选择退让离开，把人眼中看为美好的水草肥美之地，让给那个跟她作对的姐妹。当他这样听从神的话，离开、躲开，不跟人相争的时候，他就经历到神所赐下的福气。俗话说啊，人最大的仇敌常常就是他自己。当我们这个己肯服下来听从神的话的时候，神就为我们自己除去我们自己内心的黑暗跟愁苦。神就为他打开了一片更宽广的天空，在那里，他的服事有了更好的果效，有更多的平安喜乐，还有更多的属灵同伴和神的祝福与他同在。有一天，当神的话充满他的心的时候，他就能够开口为那逼迫他的姐妹来祷告了，在他心中。也不再看那个曾经与她相争的姐妹为仇敌，而是看她为一个更需要神的怜悯和恩典的姐妹。后来据说，那个心里弯曲的姐妹，她也遇到了一个比她更弯曲的人，她也经历了一些痛苦的遭遇，就好像雅各遇到了一个比他更诡诈、更弯曲的舅舅拉班一样。我们的神，他是信实的，凡是听从他的人，他必会为我们制服我们的敌人，无论是制服我们自己内心的黑暗，还是管教我们的敌人，神他会为我们征战，并且神他还应许给我们上好的麦子和岩石上的蜂蜜，使我们能够邻里得到饱足。这里的第二个福气，就是81篇16节这里所说的，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又拿从磐石出来的蜂蜜叫他们饱足。这里上好的麦子和磐石出来的蜂蜜，都是指在神里边有一个丰丰富富的供应，是最好的食物。麦子和蜂蜜意味着神给所有听从他话的人的一种属灵跟属事上的祝福，就好像约伯所说的：“全能者与我同在，磐石为我出油成河。”上帝说：“啊，我要赐给你牛奶与蜜之地，我渴望给你上好丰盛的繁荣福乐。”上帝过去曾经应许约书亚要给他那牛奶与蜜之地，就好像这里所说的是一种上好的麦子和磐石中的蜂蜜。但你要得到神的应许的祝福，也要取决于约书亚对神是否完全的信靠。神是这样对约书亚说的：“你要刚强壮胆啊，因为你要带领这些人继续承我向你的祖先发誓要给你们的那些土地。为了得到神所应许的给你的这些祝福呢，你必须要坚强，而且要非常的勇敢，要谨守遵行我的仆人摩西所给你们的一切的这些律例典章。你们不要向左，也不要偏向右，你们要听从我的话。”那样，无论你走到哪里，就都会成功。你要切切记住啊，这律法是不可以离开你的口。你要昼夜思想，使你可以小心的去做他所写下的这所有的神的话，照着去做，你就会得到神所应许的，进入那牛奶与蜜之地。这是神过去给听从神话的约书亚的一个应许，也是今天神要应许给我们的。
上好的麦子和磐石上的蜂蜜。今天，弟兄姐妹们，神所赐给我们上好的麦子和磐石所出来的蜂蜜，不单是神能够供给我们物质上多少的丰富跟满足，也不单单是神能够帮助我们的教会能做成多大的事工，有多少的奉献，还能盖成多大的大教堂。这些可能也会给我们带来短暂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但是这所有的一切转眼都会过去，或许还会带给我们一个更大的试探和虚空。唯有耶稣基督才是神真正给我们的那最上好的麦子和磐石中的蜂蜜。我们得着基督，就是得到那个源源不断丰富的供应和永远的喜乐跟满足。今天呢，我们听从神的命令，我们就必会得到基督永远的福分。当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最爱，成为我们永远的产业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了那属天永不朽坏、永远不会被夺走的永远的喜乐和满足。阿们。好，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总结今天的信息就是一个提醒，两种结局。一个提醒就是耶和华他是我们的神，我们要向他大大的张口，他就要大大的充满我们。两个结局就是不听从神的，神就任凭；听从神的，神就要赐福。神应许我们听从他的，他要为我们制服我们的敌人，并赐给我们有上好的麦子和磐石的蜂蜜。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听完今天的信息之后，你的选择会是什么呢？是要不听神的话，让神任凭我们走自己的路，以致今时今后都要白白的受苦吗？还是我们愿意警醒来听从神的话，向神大大的来张口，听从神的话而走一条蒙福的道路呢？我们恳求圣灵来帮助我们，都能够因为听从神而成为一个得着基督上好福分、永远蒙福的人。阿们。好，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要来感谢你，我们要来赞美你。谢谢你把我们从世界为奴之地的辖制当中释放出来，带领出来。主啊，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要来听从你的话，我们要来向你大大的张口，就求你的灵、你的话大大的来充满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为我们赶除我们的仇敌，赐下你那上好的麦子和磐石的蜂蜜，成为我们的满足。主啊，我们愿你深深地吸引我们，愿你成为我们的最爱，愿主你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满足和喜乐。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现在就请让我们一起以一首《主啊，我属你》来回应这位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阿们。为主，为主，上主，尊为主，永。
到此结束，愿神祝福您，欢迎您到网站 www.lovinggracechurch.com 或 YouTube 频道回看讲道、主日学和诗歌，也邀请您扫二维码登录。我们下星期日再见。